哪天困了？哎，啊，你们家己听着是遐崩起来，啊，嘛唔知啥原因。现在看近视小子，因咩啊？因看因在那边处理吧。吓一跳跳，以为车祸，怎么没有车？然后停下来才知道是气爆。嗯哼，啊，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受损？还好，都是玻璃啦，一些财损啦。就发生气爆啊。嗯。啊，唔做大声。做大声啊，规个电大个啊。